们赤瞳的业务主任叶春雄叶主任，跟大家挥挥手。赤瞳乡妇啊，在后面啊，我们还有我们赤瞳乡妇女会的辅导理事长吴明祥，接下来是我们赤瞳话，谢谢。谢谢我们最漂亮的素娥了哈，嘿，那我们亲爱的林文忠林董事长、张老师哈、张理事长哈，那我们的叶主任了哈，还有我们的这个村长哈，两位村长哈，还有我们的郭老师哈、郭理事长、郭会，在场所有的先进前辈，所有的妇女会的姐妹们，所有大朋友小朋友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好。开心了、每一次来到赤瞳哈乐龄中心了、我们都知道哈、就是满中乡哈、跟淑华哈、两力奉献出来哈、出钱出力哦，非常不简单。尤其哈、每一次的节日，我们的社区的这些长者前辈感受到温暖的。这个过日嘞，过节的时阵吼，哎，咱家己伫孤单伫厝嘞，无人甲咱关心嘞哈、但是上起码呢。啊，较舒缓的吼，无论是啊，吼过年啦，吼，也是端午节，也是中秋节，上起码每一个节日呢，伊拢有想到咱在长辈时段吼，所以我讲吼，这是啊，因少年人吼，真无简单的所在。啊，想起吼，因为因足友好，吼，因想到友好时段人吼，就知影爱友好吼，咱地方在长辈时段人吼，所以这是啊，我上界感动的所在。但是吼、咱若即种万宗兄甲淑华咧讲的吼，我拢会连赶到，应该大家拢常常看到我吧？对，我来做第一个啊吼。啊，这个奖项不是要给我的啦，这个奖项淑华啦，佮来拍一下拍啊，好唔好？耶，很棒哦，真正吼。你看阮淑华愈来愈水吼，有咧做善事、做好心的人吼，真正吼咧相由心生吼，无简单啦吼。尤其呢，咱为鸡头吼到鸡尾，今年是鸡年对无？哦，今年已经是，所以咱迎接吼新的一年，新的一年就是狗年嘛吼，啊狗年就旺旺来，对不对吼？所以咱嘛希望讲吼，咱明年嘞吼，咱各方面拢做旺啦吼，啊民旺气旺啦吼，啊财运嘛爱旺啦吼，好啦吼，啊所以呢吼，今仔日真欢喜看到大家，啊嘛希望吼，咱明年嘞吼，会当去过一个好年吼，啊尤其即马吼，景气无介好啦吼，整个政府的执政嘞，真正是予咱吼无所适从啦吼，哦薪水哦无讲介悬，啊讲叫咱做功德，尤其啊，咱的长辈时代吼，即长期照护对咱来讲足重要，所以我讲啊，政府若要推出呢，应该安怎？爱予咱家庭稳定普遍化，所以我想到一项啦吼，就是讲呢，你即摆讲长期照护 A B C， 长期照护 A B C C 的据点啦吼 ，C 的据点吼，可能是方便出来人较有优利啦，啊，若是长久倒伫厝的吼，无在到上去养护机构，或是呢无在调吼，啊，请哦，我就移动来甲恁照，还是来照顾。咱是不是咱的阿公阿嬷，那照顾咱的孙哦，咱家咱有一个津贴对无？啊，我怎啊提出啦？就是讲咱若有心，啊要照顾咱长辈时代，照顾咱时代人安尼，上起码嘛有一个津贴，叫做亲属照顾津贴。啊，若无嘞，咱无一条路啊。的时阵吼，要过一个起高起面吼。互相关怀，啊，互相呢，嘛嘘寒问暖之关呢，吼，啊嘛，祝福咱在座所有中国人。
段，大家新的一年呢，啊，身体健康啦吼，啊，家庭会当非常幸福。介绍一下我们姚平小朋友，有没有欢呼？他拄啊大家一直来管，像我伫台下脚踏看不到我，是爱上台才对吼。来，来，我们要来欢迎乐理学习中心，也是我们巨鹏机械的林董事长林万忠林董事长，请大家上台为大家勉励几句话。好，谢谢，来，啊、没有，一年优秀，谢谢，啊，适合，啊，出去，啊，咱服务上好，张立善立委，啊，主任，啊，黄春虎村长，啊，钱国荣村长，我们郭理事长，啊，健康操的张志成，啊，老师。啊，以及饶平国小，我们谢思梅，我们乐龄学习中心的啊关淑华啊执行长，还有戴淑华，我们啊妇女会的理事长，还有吴明英前理事长啊，以及很多的啊老师了哈，啊还有谁呢？建强主任哈啊。各位学员哈，啊，跟在座的一些啊优秀的志工啊，各位咱啊在东北时段啊，各位小朋友啊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那个啊，廖秋荣乡长哈，是同乡的乡长。啊，今天呢是咱去东乡乐龄学习中心的啊年终哈成果的啊同乐会哈啊，登记来呢啊，甲教导呢，咱在在地，咱呢啊学生学生，以及咱啊需要去关心的一挂啊长辈时代，所以呢。啊，乐龄学习中心呢，啊，大家呢，小招呢，一起跟大家呢联谊，啊，所以啊，增加呢，然后大家老岁人年岁较侪呢，有一个朋友啊，而且有开讲的对象呢，啊，心啊，恁的健康呢，啊，咱在地啊，所有的事实呢，会欢喜吼。所以身体的健康，咱事实呢，啊嘛心肝较安。所以呢，啊，大家呢会当小招，学习中心呢，啊，大家来互动啊嘞。如果啊小弟呢，万忠，以及咱张立的乡长，啊，甲各位在座咱的传递，咱的老师呢。啊，拢会一直来给咱服务，所以家呢，啊，年终呢，啊，新的啊，年底呢，啊，祝大家啊，身体健康。那么新的一年呢，高年呢，大家会当事业顺心呢，啊，家庭美满，啊，赚钱呢，旺旺来吼、哦。谢谢，多谢。好，谢谢我们的林董事长。董事长，是咱的执行长，咱的关淑华执行长，以及咱乐龄学习中心我们的学员，以及咱啊张立善立委，还有我们在场啊我们的村长
啊，我们的前村长，还有啊那个黄春武村长，还有好多他们校长，还有我们各级长官啊，还有今天参与的我们所有的团。那今天是我们12月3日近年最好的金刚菜的成果给大家。那么长年以来啊，执行长跟着银行行阿婆啊，跟咱一直为着咱的长青银发族啊，咧做这个关心啊，跟一些人。其实我看大家安尼吼，拢袂记了老吼，大家拢笑口常开啊，这就是咱大家有互相学习、互相观摩啊，咱心智对咧成长的时阵吼，我们啊，所以我们中心啊，遮侪时段啊，咱讲的吼，有年底、新年头，马仔就是正刚正式，我们要跨上2018的啊第一天。那么用很期待的心情，要祝咱所有的朋友，咱各位长官，2018啊的一年，那也期待中心永远是这啊，永远的长青银发。也谢谢有你们的共襄盛举，那我们继续地大家继续的成长，谢谢。我非常开心，我可以邀请到这么多拢会当来遮吼，来遮做伙同乐安尼。今日活动吼安排足精彩，吼，我们的学员就是我们55位以上诶，我们的乐龄的学员已经突破350位了吼，非常欢喜我们很多我们的长辈拢会出来运动啊，家里安尼一个效果吼，啊，伫咧各村发酵，然后我们的长辈他们。啊，也得到很多的成长。啊，今天伫咧台顶 ，Angel 就是因的好多，请我们所有的我们的 Elderly 学习中心哈，也谢谢大家的参与，啊，感谢大家的莅临，谢谢。好，谢谢我们的关执行长。颁发结业证书跟感谢状啊，因为咱来家是探着啥？探着精彩人生，探着幸福的人生，对不？探着美观的人生，对不？好像没人忙回应呢。那个走秀还没开始，走秀还没开始。好，来，那个等一下，我们首先来邀请我们的结业证书哈。好，来，我们舞动人来，李静蓉小姐有没有来？没有的话，我们请班长赶快上台来代表领奖。来一个上台，好，那个就像这样子，来，我到多少？来林美，我给你的我家小姐。
姐啦吼，啊是阿姨啦吼，啊是姐姐妹妹啦吼，较歹势吼。来，我在舞动人生进阶班，这是结业证书哦，结业证书哈。李静蓉、林美瑜、张淑娟、林香梅、林美瑜、廖文温。李静蓉小姐有来吗？没有啊，请这些人请起立。也请站起来哈。运动班徐宝莲，请起立。来，请起立啊、哦！来，谢谢。我们请下。下，等一下是从那边上这边下啊哈。接下来是四同的排舞班，徐淑娟，请你上台代表领奖。廖淑丽、陈淑珍、汤月宇、廖千惠、尤丽宇，请起立，我们掌声欢迎。请问徐。请上台，丢丢鸡蛋。哦，你讲，我快点吧，这我的服务员来一起合舞啦哈。好，来，再来日语歌唱班的雷依兰、陈崇盛、苏心友、张太平、李燕月。陈素珍、高彩霞、廖素莲、林义柱、张瑞坤、廖银珍、陈国勋，请问雷一郎先生有来吗？啊，来我们的陈老师，陈崇盛陈老师，请上台。好，接下来是习服班的哈，习服健康操哎。接下来是习服，扣扣扣扣出来啊！好，来，好来，扣出来啊！好，来。谢谢我们都美丽。好，超的健康班的梁云江、余耀、王新霞、林水仙，我们梁云江也来吗？好，请上台。接下来健康操，来我们来走一下。由李永元，我叫的第一类哈，麻烦请请上台，其他的现台下看，欢迎大家热烈的掌声啊！接娱乐活悠游班，风先生请代表，如果没有的话找一个哈，易峰先生代表，来我们热烈的掌声，我拢无听到捧我声，我因公阿两要吹暖一直飞啊！谢谢啦，这也是自主基金队小姐请上台，欢迎接受大家热烈掌声。哎哎，好，来自主读书会的，好，接下来是海沙里不老不烦恼剧团青先生请准备上台领奖，如果没有我们请黄文芳、吴喜清、江琼美啊，张素凤、吕五妹、陈赞、陈慧娇、林火根，哎，他是另外一个名字哈、哦，那个字打不出来，拍谁哈？啊，曾彩前、林瑞珠、廖俊松、林素琴、廖宗素梅、林昭娣、张秀、林良秀、林学、黄荣、黄秋荣、陈丽、郑玉。是我们的那个美声班，音乐美声班郑中信大哥，请准备啊，请上台接受大家的那个掌声啊！来，陈渊、黄淑娥、李伯龙、高碧姬、玉林、陈杨香、谢乌宗、陈玉香、林立猜、哦，卢金也、王凤英，要输哦，关完了，我未念完，请关五段，爸爸来掌声鼓励我们的美声音乐班。在听讲一斤内底开袂落，要开到门口口啊啦吼！来，再来是饶平健康队的，我们董淑珍小姐请上台接受代表领奖。秀安、陈丽花、吴淑妮、施桂妮、陈李碧、谢秀琴、陈月秋、施丽娟啊，我们请我们的林秀安，然后乡长要给拍掉。粉嫩粉嫩的呢，我这是少年的阿嬷了，我嘛就想要做少年阿嬷呢，啊。走哈，见。
小杨、陈丽娟、杨玲玲、陈英元、曾秀华、郑丽珍，好，有健康概念，陈丽娟有没有来？有哈，有哈，后来陈，你上台，秀华带你这里哈，啊，等一下翻翻。感谢我们的内外，我们要感谢你一年来对我们的倾倒。那这个奖项，我们由我们的剧捧机械林万洲先生来为我们颁奖。
预备。清霞，美声班郑中信、谢翠萍、陈其慧，饶平健身队陈月秋、吴怡清，还有我们中心的蔡明颖、许燕珍、叶秀珍、廖素莲、黄安、林华美跟蔡秀霞。那由我们的叶丽清班长中间代表领奖。来，好，黄静强王主任呢？
全部一起，对，全部一起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班代表的中间鸟，先头来，好，他给你垂威拍照了哈。来，这边要颁奖，好。送红包，好，来，我们请我们的官执行长来接受红包。陈大，那个以前真的基本是对面的。哎，快点红包，哦，掌声鼓励吧！谢。能看到业绩才来都探级，探级。好。我们要感谢很多人哈，我们感谢我们很多人，那个我们有廖秋荣廖乡长，还有我们饶平村村长钱村长，还有我们新贵村的黄冲府黄村长所赠送的，旁边你们有没有看到啊？还有我们郭时成哈，郭会长哈所赠。赠送的这些花，增添我们现场的加几个。哦，刚刚有念到志工的，请到那个音响旁边领取那个奖状跟礼盒。纸咯。哎，咱中间走道稍微清空一下哦，嘿。好，来，小朋友请注意点啊，好 ，OK。首先，我们的第一组是我们的银树叶跟叶树，绿色树叶，请举，请 Go 啊 ，Go Go Go， 来，啊，关喊门，谢谢。好，接下来第二组，请 Go。来走塑胶袋，环保的圣诞树啦哈！好，你们说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好，接下来哈，好，没关系，进来，两个两个都两个两个哈，我们的花圈呢，它抓走的鸟哈，啊，这是那个纸盘，它抓的在做圣诞老公公，啊，你们把大家。
家啦，小弟啊啦，来啦，来家啦。我刚甲三百去，多传三百去啦。小刀，哦，爱爱护地球，无我无所在头啊挂。可以参加各种的课程哦。
增添了太多的乐趣了哈。和阿嬷来挥挥手，和阿嬷好。小朋友没有阿嬷好啊，来，接下来是李碧。来，没有叫阿嬷好，阿嬷好。哦，啊，小朋友哈，都在学会夸阿嬷，阿嬷愈知愈话嘿，阿嬷好不？阿嬷回头行来啊，嘿，哦。好，豆豆行。谢谢，我们请阿嬷来，我们哦，阿豆豆行吼，来，我们的王喜，我好贵啦哈，气动要请，有谁扎？哎，两个扎，一个带我，两个年纪，上上呀，伊伫乐龄中心吼，是在足济足济朋友啦哈，啊，较早咱无机会吼，是哦，较老啦吼，啊，伊讲哦。一个好一首的够一个啊，你怎么拍手画赞呐啊，谢谢，来后面拍照去。阿嬷已经十几冬啊啦吼，爱拢咧煮食啦。啊阿公吼是吼，伫遮吼乐龄是在做做朋友的吼。啊来转身吼，哦是在做做朋友，伊足感谢关子行长，伊讲有你真好啦。吼，咱会伫迄阳光下，佮都不灵不灵哦吼。好来，接下来吼，进来阿嬷，啊来拍拍手，小朋友啊，还佮闪一个哦嘿，啊伊吼，伊是伫我们的对岸来这里的啦吼，啊伊讲吼，伊上大的书，你给读正大二年级啊啦，跳舞啦，哦伊，啊伊嘛是伫，一届哦，伊结婚无穿那个婚纱吼，对不？你那个乐龄第一个穿婚纱了哈，所以嘛，干嘛乐龄有你们真好啊！你们都没有拍手啊，啊、哦！接下来是我们的陈丽花阿嬷，来吧，可是，过去游嘞，阿嬷游嘞，你刚好一进入一家小百货行呐，阿姨你有高十三回婆婆啊、哦，阿姨来这里东西实在哈。这个赶快的朋友，伊找回他以前的自信啊！啊，所以有自信对不？有路过的来，有嘞有嘞。啊，阿嬷你好漂亮，谢谢。哎，阿嬷你好漂亮，要感谢大家有这个场所来热烈的掌声，谢谢阿嬷。谢谢大家，讲五加楼，哎，五加楼，五加楼，谢谢。张素鸾阿嬷，哇，伊讲吼，少年时代吼，为生活咧打拼啦吼，啊，无闲去学习练写迄个练运动啦吼，啊，即摆拢会使唱歌、画动、兼运动，搁兼煮食。主要是即点要讲的，啊，伊是国中的老师啦。端台湾中游，爱伫乐龄中心学才艺，唱台语歌，学日语，伊感觉伊过啊足快乐诶！哦，好快，好帅呢！即摆人查甫拢知影讲帅呢，伊讲你好漂亮。后来谢谢，我们在后面。再来是我们的林永元阿公，好、哦、阿公来，嘿，嘿咻，嘿咻。你要来无？伊今日无要徛哦。哎呦，我本来想讲你要徛吼，要加讲经营。小我闪一下哦。好，来，咱来欢迎那个林永元阿公来。哦，这个阿公吼，伊拄识在伊的时阵吼，伊迄个歌呀拢不离心。哎呦，第一年来上我的迄个歌唱
家回去啦。
两侧，幸福的莲秘密基地，赤桐国小跟饶平国小的秘密基地，要表演幸福的莲。好，来自工麻烦收椅子，然后我们请幸福的莲准备。Oh.
亮。啊，拍谁了？阿俊。妈妈没放照片。啊，今天开不开心啊？开心。啊，我说一二三。来啦，我咧赶时间啦。来来，你先来，甲哥讲，来，你落来。阿三，你安全无？唔知要去倒位哈？安全无啊？嘿啊，你对安全无？安尼嘛是无标准，安尼敢会用伊吗？你等于无地无安全，啊唔过，我看你今仔日敢若开车，哪有啦，我是骑机车呢。哎呦，要死我，讲伊啊，你有下安全带吧？有啊，你看这大条。哈哈，来来来来，你先照个驾照先，我看卖啊啦。我啦，真老林。要，西马西，借问下，你有啉酒无？无啊，我食药啊配酒呢。食药配酒，啊你是歪死呢？哦，你敢唔知啊？食药以后三点钟以后是袂当出门的咧。来，怎好会讲提凉的话啉啦？哎呦，你今天你干嘛毛毛的？有岔气啦，来。江城气本者来，我没有，无你教我教。好，看我啊，下来。好来。我看卖啊乱。惊死人了！0.99毫克啦！哎呦，政府规定讲吼，0.15毫克就用罚钱，吊扣驾照。哎呦，你是啉。这啉一罐呢？哎，有啉烧酒，就是算是危险驾驶员呢。哦，后家唔通安尼知无？哎，阿桑啊，是你的生日，75岁的生日呢？是啊，朋友就讲吼，要甲庆祝75。啊，哦，啊，你敢知影阿桑？咧民国1月7日开始，咱政府都实施。零驾驶零驾照管理制度，请问呢？啊，你敢有收到通知单？不过遐不要紧啊，是不是？那也不要紧，咱若收到通知单呢，伫咱满75岁之前的一个月，啊，换照通知单给我们。啊，咱呢收到这个通知单。啊，会记的啊，紧去办。啊，若无3年来嘛是同款用去办。可是呢，你若3年到，你无去办，你的驾照自动就无效哦。啊，若无效呢？来，你是开车、骑车，你就是无照驾驶咯。啊，搁有伫个吼，你若是伫个民国31年6月30日进前出事的长辈吼，我甲你讲。你有违规记点，还是去用罚扣驾照，就你爱伫咧紧去办，无你驾照会自动无效哦。安尼我要倒啊办，好是简单。伫咱的政府的机关，就是公家的病院，啊是咱卫生机关。啊，若无，就是咱甲你专有指定的病院、诊所，啊是代办处。你若去办呢，你就是会当换你的驾照。然后呢，你若是假设讲你无爱去办，你阁有迄个病院，予咱的无阿桑，你敢知惊？阿礼拜，都无问题，那就卖你嘛。你要记得开车不喝酒，喝酒不开车。哦，来来来，那全部谢谢大家。好。
同乐一杯，志同乐邻，关心你们的用大家。好了，我们请。你看哈、哦，这班是愈来愈多啦哈，大家拢愈来愈少嘞。头脑都灵啦，啊，脚手嘛灵啦，啊，还有啥物灵？一支嘴嘛足灵诶！我是乐龄中心主持人训练出来，像我安尼有灵无？有灵无？我拢无听到，谢谢。好，准备好了吗？哦，好，来，好，老师请准备 ，OK。上课无收钱，无收钱嘞！伊准备要开两班啊，安尼吼，啊，搁大家招生嘞！我伫名声去烫伊个刀啦，都足侪拢刀啦。拜五下晡两点半对吧？哈，有闲就来遮唱歌，伫乐林内底啦，哈。
升班。好，来，请慢慢的下台。好，已经有帮你们照一张大合照了哈。好的，我旁边有区，哎，给打卡哦。嘉喜收银是同乐里学习中心哈。好了，我们请太极拳的，看一下，太极拳人生班，请准备要表演的是太极拳九十九式，由我们的甘飞凤老师所带领，班长是谢。班是由我们的高淑娟高老师所带领，我们的班长是郑中信郑大哥哈。好，来我们请上台，请上台。有空的人先上台啊，有空的人先上台，因为那有些我伫咧啦吼，啊大家拢无去嫌啦，人讲吼去用请吼，我嘛过头才咧开导啦吼，啊那啊上上班吼，无紧，那小可邀一下，吼大家拢无去嫌，啊吼留落来吼管执行长请啦，好不好？吼，甲我一人食饭，我会足孤单的，好无？会使陪我食饭啦，吼，无要紧啦，吼。吼，我若看到这顶帽，我足想要戴的咧。啊，等下吼，即我戴一下。哦，等下，等下，等下，结束我要拍照，拍照打卡去才接我哈。OK 了吗？好啦，吼，好来，预备，音乐。Thank you.
转哦 ，pose 好 ，pose 好啊，好来，我们今天小狗牛来音乐下。
跟黄文班长所带领的海沙里，我专业的摄影师啊、哦。后来，我们等一下我们的立秋代表。
谢谢。好，来，我你们要到旁边拍照打卡区拍照啊。好，来，请下一个。表达谢意，也竭诚的各位先进
信学长们能够免费的报名参加，加入我们的团队，使我们万里丹工的全体学员更加健康，更有活力。再来就是诚挚的祝福在座诸位嘉宾，以及在未来崭新的一年，身心更加健康，生活更加如意。谢谢大家。好，谢谢。停！倒脚收回立正，看得印第一是托天抱怨，两脚跋成一字形，慢慢站起来，提倒手，提正手，嗯哈开始。点在金大娘，头好正，我看这边点在金大娘，高手好玩，收回，迎风走兵。Yeah.
看看书啊，大家看看书啊，看看书啊，看看书啊，看看书啊。快来来左左是，对了对了，哎，来乖的，乖的，没有啊，没有，你看看，你看到没有？对，那个你记得多少？好，他没有看到啊，看挂布啊，没。哎，这波是在坐，够有够坐，所以大。高平先生，对，请上台。南东后就停案队的跨令了啦哈。后来，高平先生队是我们的林秀安老师跟我们董淑珍班长所带领的。今天所要表演的，哎，上来，哦，可以，哦，可以来了。哦，是你叫，拍摄给动掉了，爱跟我讲啊，先亏啦。后来，他们今天所带领的是浪花姐的人生。上台排队。啊，今日啦，小我甲大家延长着时间吼，做拍摄吼，再怪做，无紧，等下我再陪大家食饭啦吼。好啦，好阿妹，阿妹，好了吗 ？OK 吗 ？OK 了吗？好，好来，我们音乐下。
先生队哈，哦，因为所带来的节目就是我们的最后一个压轴后就平安队这个哈，甲大家小可拍摄的，因为咱个时间本来先11:40，啊，所以刚刚关执行长也12:00拍摄啦，我讲走。